哎呀，这么地儿。别搁这复盘检讨了，那必须得复盘一下呀。现在的复盘是让下一把更离近资金，明白不？你不明白。让下一把资金更进一步。真猜呀！还是别玩乌鸦了，不想玩乌鸦了。这都啥呀？先来个套吧。我们开局比别人多一个海克斯，窃贼手套。这把幻境龙也可以。发现了他们不值一提。别带，狼吞虎咽了。
需要想。嗯，不想了。把这俩卖了，上个塞纳。我想升一级，升不上去，换个后排吧。还是刀侠吧，要我说。什么也比不上那刀侠呀。赢了，升级了，不玩尿尿龙，玩什么尿尿龙？让他们排成一列，我来让他们下跪。升级喽，只是为了更好的经济。这人也太他妈狠了，他这不无敌了吗？这咋个那玩儿啊？这不是烟花叠加有了吗？我现在需要一个羊刀，你那天烟花叠加没吃鸡儿？我那天那烟花那都多少滴血才来的，他上来就来，那能一样吗？这质量都赢不了吗？嗯，哎呀，这干什么呀？这是，这都能连输两把，我靠！攻速我估计大概率是没有了，不行就拿魔抗得了。这攻速要是往我这边滚就好。这攻速拿着就能连胜了，有羊刀就好了，没有羊刀没事。走，乌鸦吃鸡，吃了一个鸡翅膀。
星界转没用，他这是66滴血凑粑粑。而且呢，我这回我不管了，啊，爱谁吃劲谁吃劲，我也不卡牌了，那五费牌我也不拿了，你们爱谁拿谁拿，我肯定不拿了，我就照着我自己吃劲去，我要吃不了，我就让别人吃，我也不拿，咱们就谁也别拿。我肯定不拿了，爱谁拿谁拿吧。别人都不拿，我凭啥拿呀？一整我一拿，然后让别人吃劲，我就第二名，我不的了这回。爱谁第一谁第一，跟我没有关系。你们都自私，我也自私。给点钱，他们自私。发现他们不值一提。伙计们，给我上马，我们要去赶赴一场对决。啊，升吗？升吧，不升干啥呀？升吧。无敌了，我这装备。一这样放一这双风暴，那赢不了，那不拉了吗？拉倒吧，那赢不了，这卡一块钱多难受啊！算了，留一张，打不赢就不要了，打得赢再拿吧。给个两星塞纳呗，或者直接给个侠吧。哎呀，我不要塞纳了，直接给个侠吧。六级来四位卡，行，还是不行？你看没赢了啊？直接给张侠得了，小巨人。小巨人，现在我要攻速，我不需要攻速，那就小巨人吧，小巨人可以。哦，太刺激了！律动也没用，百宝袋也不好用，拉倒吧，就小巨人加点血。你也小巨人呢，这家变形重组器变了一张亚索呗。上蓝 buff 啊，亚索不给蓝 buff 啊，会玩不啊？现阶段亚索好像有点狠，我们来找点乐子吧。
终于给个两星的了，不容易啊。这家应该是同行冒险家，拿把大剑吧。我只能给个手套了，让他们排成一列，我来让他们下跪。那我只能给个偷了。67，五连败。这轮打完再等一轮就拉一口，
只要没有都一样，就是没啥太大区别。我感觉给个重骑吧。下轮开地，敖星不要你是没想到的。有龙神联盟吗？那我拿了也行，我拿一个吧。下边要没有龙神联盟就把你翻了啊。三重骑，人造重骑兵吗？啊，人造重骑兵。可以补一头猪。腰着二了哈，不要了呢，下来。全套留着干哈？全套留着巨杀。为什么发问号啊？不是拳头啊，错了，大剑呢？大剑留着巨杀。这小妹妹她就不要了，没有两星侠吗？也没有同行啊，关键外面没几张啊。难地呢，
鼠患奥恩就算了，我只能是拉人口上猪。看着吗？这么狠吗？药物中毒，要不拆？两星的匣子也锁不住啊，可以。递个小刀锋吧，最后一递，能用，可以接受。法爆银蟒，法爆龙女不也一样的吗？54%最大生命值，没啥问题啊。银蟒就他妈打250，还背个法爆啊？一个250的人还能配上个法爆吗？我的哥，龙女要右装啊，那你下件再给呗，你现在没装备呀。连维鲁斯都 A 不过，我臭！干嘛呢？战斗力海克斯好像有点低哦，没什么战斗力的海克斯。全是这些，要么是升级，要么就是百宝袋这种。你们说我拉人口，我是上个猪还是上个齐亚娜，还是上个派克？上猪反正就四重骑，怎么死的那么快？
没东西拿呀。龙女有啥用啊？龙女现阶段肯定比一个一星老母猪加一个一星齐亚娜厉害呀。不可能。咱也不知道为啥不可能，对，你说不可能就不可能，那你玩去吧。此时此刻，咱也搞不懂为啥不可能。找亚索下龙女，那你也得有啊，没有啊？这侠是怎么死的呢？就奇了个怪了，这怎么能死了呢？就。你是怎么死的？你给我解释解释呗。那刀锋他妈散个日炎也能把你给杀了。你是怎么死的？你给我解释一下呗。纯纯是废物啊。